诚品信义店楼下的金色山脉，不但希望提供给客人最新鲜最可口的限量啤酒，也希望打造出不一样的啤酒畅饮新天堂。主要是在2003年我们回国，那希望把这种啤酒餐厅的这样子文化带回台湾。那在国外他们这种啤酒餐厅呢其实是很普遍的。那在2004年我们成立的金色山脉，那我们希望说啤酒跟餐厅结合，主要也是借由餐厅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推广我们的啤酒。那主要金色山脉在推广的是一个品酒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个喝酒的文化，一个 lifestyle。 像在国外他们把这种饮酒的文化是一个很休闲很融入在生活中的一个活动，那喝啤酒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很轻松然后很融入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除了特别引进欧美日本等国外风靡多年的自酿纯鲜啤酒设备及技术来服务广大的消费群，在装潢布置上也特别用心。金色山脉所要营造的是一种欧式德式的这种饮酒的环境，所以在这家这个诚品酒窖嘞，我们主要是让它这边很像一个酒窖式的一个感觉，像地窖，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酒窖式的一些装饰的一个元素。那像我们这个座椅啊，我们现在我所坐的这个椅子，它就是用以前哦早期人家是用来酿造这个红酒的这个木桶，我们把它整理过后嘞，把它切除，然后设计成一个沙发座椅的感觉。所以你会感觉说我是坐在酒桶上面喝啤酒的。除了新鲜美酒可以享受，金色山脉还提供各种创意啤酒佳肴来相伴。哦，因为我们店内是特色是自制的大麦啤酒，那干烧啤酒鸭是利用我们店内大麦啤酒，那它的特色就是它先喷上我们的大麦啤酒，然后再裹上面粉，油锅的油要够热，那虾子下去的瞬间它就会让虾子瞬间定型，然后它大概煎了一面的时间大概是10秒，然后它会让虾子煎出来的那个嫩度是刚好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的餐点呢几乎都是比较多是以 share 的方式拼盘的方式，因为来喝啤酒我们大家都是三五好友，那三五好友大家希望是 share 的方式来吃这个餐点，所以这个餐点我们是都很多综合的料理在上面，可能有德式的猪脚啊，有德式的香肠。我们为了跟啤酒结合，也研发出很多新这样这个创意的餐点，像我们有一个我们的招牌，干烧啤酒虾，哦，在短短的几秒钟让这个啤酒虾嘞能很快速的让这个啤酒的风味融入进去，很清爽的感觉。除了创造属于台湾的啤酒品牌，金色山脉更希望可以带领出一股新啤酒风潮。